近日，有媒体报道称，有网友在知名论坛爆料，现年35岁的马伊琍在魏红时曾与《还珠》副导演结婚，并育有一子，离婚后孩子归男方，因此跟文章的结合属二婚，并表示有众多人亲眼见到马伊琍第一次出嫁的场景。该消息一出，遭到网友的议论，有网友就表示没有真凭实据很难相信，且提出夫妻两人在网上频繁互动秀恩爱来反击传闻。但也有网友表示，如果马伊琍二婚生子的情况属实，文章确实应该离婚，很像当初谢霆锋张柏芝百般假装恩爱的情况。有媒体就此致电文章，文章拒绝回答该传闻，并以正在与家人用餐为由挂断电话。而马伊琍经纪人傅女士也表示该消息是假的。马伊琍文章此前因拍摄《奋斗》相识并恋爱，两人相差9年的姐弟恋并不被人们看好，但两人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了《奋斗》情节，从秘密结婚到怀孕生子，两人用实际行动击破各种分手传闻，更是为自己的可爱女儿取名文爱马，寓意文章爱马伊琍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